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n， 欢迎收看 Friend Channel。 今集教大家整的鸡尾酒叫做 Green Park。 这杯鸡尾酒是由非常出名的一位调酒师 Eric Lawrence 的创作，他曾经也在世界五十大酒吧 Macquarie Hotel 里面的 American Bar 担任 Head Bartender 的工作。马上为大家介绍这杯鸡尾酒。材料方面有 Gin， 今天选了白兰树下，还有糖浆、柠檬汁、九层塔、蛋白和西芹 bitters。 至于工具方面，我们就会用到 shaker 量杯和夹冰器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就加了白兰树下在里面先。这支酒呢之前为大家介绍过了，如果想看回呢就可以看这边45毫升，跟着西芹 bitters 大约3至4滴，糖浆15毫升，柠檬汁30毫升，新鲜的九层塔大约4至5塊左右啦，然之后蛋白，有蛋白的鸡尾酒，我哋可以 dry shaking 或者用啲 hand blender 去搅匀佢啦。加冰 shake 咗佢啦。一隻雪凍的酒杯，個噴壺裡面就放了白蘭樹下，噴下去的時候就會令泡更加綿細和有酒的香味，加上少許裝飾就完成了。其實如果用白蘭樹下來做這個 Green Park， 我覺得很適合，因為本身九層塔入邊啲草青嘅味啊，加埋仲有呢啲西芹嘅 bitters 啊，俾啲蔬果一啲嘅香味啊，而白蘭樹喺入邊嗰種花咧，就可以令到個九層塔非常之舒服嘅。跟住上面有蛋白啦，加埋我哋 brand 碎咗嘅嗰啲嘅九層塔喺裏面，用咗一個網層架冰器移除咗佢啦。個口感其實非常之圓潤，非常之 rich 嘅口感啊。然之後微甜帶酸啦，用咗糖漿同埋檸檬汁補給佢嘅甜酸嘅味道。Overall 成個複雜性，好飲。各位如果有問題嘅喺下面記得留言俾我哋，同埋訂閱我哋嘅 Friend YouTube Channel。下集見，拜拜。